Irene 轉多少少左手邊，唔該依度。Irene 左邊。Irene 唔該。拍啲戲會唔會都可能即係上啲題材，都可能關於呢一類多啲啊？小朋友戲其實所有嘢我都會有參與，即係譬如 even 就算我之前嘅寫真集咧，都係全部啲收入都係捐俾啲孤兒啊咁拍戲啊，其實而家我諗緊一部電影，即係有一個構思咧，係都係講一啲少女成長。所以我覺得關於乜嘢構思係少女成長的故事，少女成長係啊，因為我覺得其實尤其是調景嶺咧，係關於調景嶺，我細個長大嘅地方，因為嗰個地方好特別嘅，因為我爹哋係軍人啦，咁其實喺嗰個地方長大嘅全部都係軍人世家，咁其實喺嗰個地方發生係可以好多故事。邊個地方？調景嶺。你諗住係點樣啊？即係你自己投資啊？有份參與咁，但係最主要，我覺得每個人都有成長嘅時候，同埋我永遠都會好記得以前細個咯。即係我好想拍一部好正能量嘅電影咧，去話俾人聽，其實最緊要係勿忘初心咯，唔好忘記你細個時候想要啲乜嘢。其實好多時候我哋人長大咧，好多時候慢慢會失去咗自己。即係你唔記得咗你最終係想要啲咩，即係可能好多嘢影響啊嘛。咁我覺得最緊要係你一定要堅持自己，你個理想係乜嘢，你去做好，我覺得一定要。